四站，下车之后走8分钟就到了，叫什么柏林金色旅馆。周围还是一片荒凉啊，树太多了。我可以跟大家确切的说，确实没人查票。我他妈那车票3.35元和25块钱人民币，买了有点赔了，因为没人查。然后是120分钟之内有效，就是2个小时，你可以随便等。